各位老师与同学，大家好，欢迎参加由明高诗社举办的文学讲堂。这次本社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助理教授何维刚老师为我们主讲，讲题为《大诗人张梦基的青春年代》。现在有请中文系硕士班吕慕云学长名言，为大家介绍何维刚老师。好，那我就简短说两句，介绍一下何维刚老师。那么何维刚老师其实过去也是在中央大学求学过了，所以其实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的大学长。那现在何老师呢是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主要研究这个六朝文学文体学。那么当然除了这个研究者就学者的身份之外呢，这个何老师也是一位诗人，自学生时代以来就是有很多的创作，那当然也是有很多得奖的经历啊。那其实这些作品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写很好，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有兴趣都可以多了解一下。那么说到这个学者和诗人，其实今天要聊的这位张梦基老师同样是一位大诗人大学者。尤其张梦基老师也是我们中央大学的已故的一位老师啊。那其实我从香港来啊，但是在香港其实也有听到过张梦基老师的一些诗学理论，那他的作品包括他的这些诗学理论的影响力也是非常深远。那其实这部分也是何维刚老师的一个主要的研究的范围，就是这一批的渡海文人呢，或者说是一些近现代的台湾诗人，诗社，包括是一些我们说的中文系高校的学门之间的一些文人交往，这个也是何老师所关注的。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张梦基老师的一个侧面，也就是今天主题大家看到的这个青春年代，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位中央的已故的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就是张梦基老师啊。那么我就先说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还给我们今天的讲者啊，何维刚老师。谢谢慕云的介绍，以及要特别感谢建佑的这个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已经是阔别数年，然后再回到中大，可以跟各位算是同学，同时也是学弟妹，来分享我最近编的一本书，叫做《这个张梦基先生诗文不已》。这本书其实收录了很多这个张先生早期的很多的这个诗文。我这一次在预备之前呢，曾经跟建佑讨论过，说，我们这个演讲应该要比较讲一些学术的东西，还是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普及的东西？建佑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会很多都是大学生，所以尽量讲简单一点。所以各位同学，你今天来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你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八卦的故事。好，所以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这个是一个熏陶的故事。这故事说什么呢？这故事说啊，以前有一位老师上课很爱抽烟，所以他每次上课的时候一定要点一把烟在这个前面啊。那如果你是坐第一排的学生，你一定就受不了。所以有一天，这个坐第一排一位女同学就跟这个老师说：“老师，拜托你上课的时候不要再抽烟了，这个烟都会喷到我。”这个老师听的时候，这个吃了一惊，默默无言，只好把这个烟在那个烟灰缸里面这个捏洗，然后就跟这个女同学说：“同学，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熏陶，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好，不知道各位同学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想法啊？我们想说这个老师怎么很夸张，上课抽烟啊，或者是这个老师很潇洒，可以一边抽烟一边上课，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事。但是如果各位同学知道说这一则故事可能是发生在中央大学文学院，你又会作何想法？这故事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有一次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老师是谁，就是张梦基老师。有一次这个张梦基老师烟抽完，他就跟台下的这个男同学说：“同学，我这个烟抽完了，我知道你也有抽烟，你借一两根给我，我上课的时候抽。”另外一次，这个张老师他的烟抽完了，刚好这个有抽烟的男同学没有来，
怎么办呢？他就跟这个女同学，就跟他说，这个女同学，我现在上课不抽烟受不了，去帮我买一，先去那边外面帮我买一包烟回来，我这样才能继续上课。然后老师抽一抽就会跟台下同学说，我们现在上诗选课，诗选课，各位同学，你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天上的这个月亮？哦，所以张老师上课是非常特别，非常具有他的这个特殊的风格。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好像中央大学从50年前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变，其实变化非常多，大学的制度改变，上课的方式改变，甚至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但是我们如果只以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很多的问题是看不出来。好，我们这一次的讲座题目是大诗人张梦基的青春年代。哦，这个大诗人不是我写的，大诗人是严坤阳先生写的。啊，严坤阳老师跟这个张梦基老师是从大学，当然不是大学了，当时张老师是这个研究生，严坤阳老师是大学生。哦，他们认识非常久，等于是从学生时代一直认识到这个可谓是生死之交。严坤阳老师就说，台湾的古典诗人里面呢，大概只有张梦基老师可以尊称为大诗人。大诗人不是一般的诗人，是大诗人。所以知道说张老师其实在古典诗坛，他是写古典诗的，古典诗坛地位大概是没有人可以超过。张梦基老师是谁呢？我们这个，如果你是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你是有上过诗选课的学生，或许还听过张梦基老师是谁。那如果你是管乐的学生，或者是其他学院的学生，可能就没有听过。但是这个张老师其实是我们中央大学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他之前生前出版的诗差不多就1600首，后来他死后，这个赖新阳学长跟我这一次做的这个溥仪又溥仪了800多首，所以这位张老师在是在台湾的时候就曾经写过2500多首诗，至少2500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当代的古典诗人。那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张梦基老师的青春年代。我们先这个写论文都要先定义嘛，写论文都要先试题，什么是青春年代？什么是青春年代？这个各位同学现在是大学生，所以现在就是你们的青春年代。张梦基老师他生命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1991年的时候中风，中风之后非常严重，在家里面半身不遂，后半辈子多久？20年，20年都要坐着轮椅度日，他自己没办法洗澡，没办法上床。这个是非常可怜的。这一段时间他的斋号名叫药楼，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我们后来学生对于张老师的了解很多都是在于他中风之后。我们后来相关的研究，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再说，其实也都是关注张老师这个药楼时期，就是生命中最后的20年。但是在药楼之前，药楼之前就是在中风之前。所以我们这一次讲什么叫做青春年代。张梦基老师其实从1960年开始就入读这个师大体育系，一直到这个1968年考入师大国文所，这个是硕士班，所以他当时是一个传奇人物。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同学大学是念体育系，然后最后研究所是读这个国文中文系硕士班，而且还拿到中国文学博士，当时还不是中国文学博士，是国家文学博士，国家文学博士，一直要到1981年，以词律探源获得国家文学博士。所以张梦基老师在师大至少待了20年，从大学体育系、中文系硕士，然后中文系博士，国文他们叫国文系，国文系博士，在师大待了20年，这一段时间是我所谓的这个青春年代。但是这一段青春年代其实以前很少谈起。我们这边补充一下，什么叫国家文学博士？其实这边先说明一点，因为我今天这个张老师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我很想把所有故事都讲完，但是，这个是有这个灵异事件。好，这个代表我们闪闪发光。
但是这个因为时间实在有限，所以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故事讲完。所以如果各位同学真的对张老师相关的事迹很有兴趣的话，请最后会后我们再找大会，然后看能不能跟他们拿到这个 PPT 的这个电子档。好，国家文学博士，最早是这个罗景堂拿到。翁鹏程先生他说过，这个他到了他的时候就没有国家文学博士了，所以他很希望可以拿到国家文学博士。什么是国家文学博士？我们如果去考博士班，最后会有一个国士的口试，你要口试之后你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例如说你们在中央大学毕业之后，你就是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博士。但是在早期台湾不是如此，早期台湾是你拿到口试之后呢，你还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查委员审查通过，不只要审查还要口试，这个就是见真章。所以当时标准是非常严格，第一位就是这个罗景堂，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来讲这个罗景堂的这个八卦。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原则上是要讲这个张梦基老师的这个青春年代，但是因为张梦基老师与中央大学时代渊源太过深厚，所以我们今天是中央大学这个专场，所以还是要讲一下这个中央大学师生跟这个张梦基老师中风的这个情节。张梦基老师中风其实是一件非常遗憾，而且又但是如果没有中风，又没有他后续那么多古典诗创作的一个这个矛盾的这个契机。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张梦基老师一个生命中的低谷。你以为生命已经很惨了，没有，有生命永远告诉你没有很惨，只有更惨。所以你以为到了这边已经很惨了，没有，还有更惨。张梦基老师1989年他爸爸过世，隔一年1990年他的太太田树兰老师 也是在师大国文系的教授，他的太太因为这个胃癌也过世。再隔一年1991年这个张梦基老师去医院探望他的哥哥这个张克弟指挥官，张克弟这个他也是成大当时的这个总教官，去医院看他哥哥，看到在医院里面突然大中风，整个人就倒在医院里面，还好他在医院里面，所以可以立刻急救，如果不是在医院里面中风，大概就直接人就走掉了。好，后来因为中风，他们家张梦基老师看到这个家实在太难过了，因为1989年爸爸过世，隔年太太过世，又隔一年自己大中风，从此20年只能坐在轮椅上，看到这个家太难过，所以他就搬离了原本在建国南路的那个家，然后搬到中国那个新店的中国玫瑰城，斋号药楼。为什么叫药楼？就是要主要疗疾，因为他的后半生要一直吃药，所以叫做药楼。这个讲这个中间很多故事可以讲。其实张梦基老师在那个中风之前，就是要去医院探望他哥哥之前，曾经跟陈文华老师一起吃饭。那个陈文华老师吃完饭之后，他没有一起去喝咖啡。张梦基老师很爱喝咖啡，很爱聊天。他就跟那个张老师就跟陈文华老师说，这个我最近看书的时候眼睛有点不太舒服，那个视线常常会没办法对焦，觉得这个眼睛不太舒服。其实这个就已经是那个中风的这个前兆，就是它已经影响到你的那个视线的这个回路。那陈文华老师当时不知道，他就说你可能太累了，还是要休息一下。这张梦基老师他一直都有高血压，所以他以为是那个高血压，结果没想到下午张梦基去医院看他哥哥就中风。这个张老师中风其实跟中大的很多师生是非常有关系。张梦基老师他住建国南路，当时为什么住建国南路，是因为当时中央还有一位他跟他关系非常好的老师叫曾昭旭。曾昭旭老师就跟这个张梦基老师一起买这个建国南路的预售屋，现在曾老师还是住在建国南路那边。张老师非常信任曾昭旭老师。张老师中风之后，因为他的小孩还小，就是像各位现在一样差不多20多岁，中风之后那这些财产怎么办？
要把这些财产、房子全部交给二十岁的小那个年轻人来处理嘛。所以张老师后来把他所有的房产，包含卖房子的事情，包含买房子的事情，以及所有的这个现款，全部交给曾昭旭老师处理。所以张老师是非常信任曾老师。那曾老师一直过了二十年，等到这个小孩都长大了，然后才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张老师寄托他，全部都再还给这个张老师的小孩。张老师说过，只有那个曾昭旭老师，他的外号就叫圣人吧，圣人那个学思想毅力，圣人。他说啊，曾昭旭老师说的道理，他相信，因为曾昭旭说的，他自己做得到。同样的道理，其他人说他就不相信，因为其他人不会像曾昭旭一样可以做得到这些事情。哦，所以张老师是真的非常信任这个曾昭旭老师。张老师中风之后，跟中大还有两位老师非常有关系，一位是严坤阳，当时严坤阳老师也在中大任教。张老师中风之后，原本是想要退休，因为你这中风你怎么来上课？你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你还可以站起来，还可以讲话，连说话都有问题，连拿笔都有问题，你怎么上课？但是，所以张老师当时其实是想要退休，但是你未届满退休，没有退休金，没有退休金，你后半辈子怎么办？所以当时严坤阳老师义无反顾帮张梦基老师上课，而且不只是在中央，是直接到张老师的家，在古典玫瑰城，中国玫瑰城，到张老师的家帮他当助教，因为当时张老师复健之后只能说十分钟的话，那后面的课怎么办？严坤阳老师带上。如果没有严坤阳老师，张梦基老师没办法继续在中央授课。另外一个是蔡兴华老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央中文系，当时是担任文学院院长。蔡兴发老师啊，批准张梦基老师在古典的在中国玫瑰城上课，不用在中央大学上课。所以我们后来只要是中央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要去上张老师的课，哦，不是来中央大学，是要到新店的这个中国玫瑰城。所以如果没有当时这些中央大学中文系的这些国文这个老师们情谊相挺，张老师可能后半辈子就默默无闻，不会成就所谓的这个药楼。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其实已经算八卦了，这个其中一个说法，张梦基老师为什么会中风，当时的一个说法，这个是说他去医院探望他哥哥，当他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他哥哥可能是癌症，其实应该是说确诊是癌症。那张老师才过世，爸爸刚过世，太太刚过世，知道他哥哥得癌症，一时气急攻心就中风，结果没想到他哥哥的癌症是误诊，后面没事。所以最后张克弟，就是张老师的哥哥，其实会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遗憾，他自己没事，结果害了他弟弟后半辈子半身不遂，中风二十年。这个张克弟先生是非常遗憾。好，我们回到头来，张梦基老师在医院中风，结果就被救了回来，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如果是同学你自己，你要被救回来还是不要被救回来？救回来你活下来了，代价是后面二十年要坐轮椅，你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自己上床。有一次那个张梦基老师，因为我住新店，他就问我说，欸，他这一阵子没有人抱他上床，因为他儿子不在家，问我能不能去他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去他家抱他上床，早上抱他下床。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中央大学念书，生活重心在中立，所以我没有答应。后来是我的学长那个张富军学长去帮我去抱张老师上下床。如果是各位同学，你要活下来还是你要死？张梦基老师晚年他说过，他其实很想死，因为你坐在那边跟坐牢一样，生不如死。但是有一句老话叫做国家不幸施家幸，真的是国家不幸施家幸。如果你生命太顺遂，如果张老师没有碰到这个中风，那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认识
写了这么多古典诗，写得非常好，当代古典诗坛第一人的这个张永吉老师。好，那这个我们因为是学术讲座，所以还是要讲一点关于这个学术的问题。这个张永吉老师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研究他？哦，他已经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古典诗人，前面也很多人研究，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再研究？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张永吉老师生前出版的这个诗集，啊，生前出版的诗集，他在中风之前，实际上只出版了《诗句唐诗》跟《西厢诗稿》，这大概两个都得到，一个是这个中山文艺奖，然后另外一个我忘记是哪一个奖，反正都是得到大奖。好，只有两本是在中风之前出版，剩下后面出版几本啊，《碧潭烟雨》《药楼诗稿》《昆天吟稿》《昆天外集》《梦基诗选》《梦基六十以后诗》《药楼诗选》《药楼进士》。所以这个人他的创作力其实都是在中风之后才真正开始进行古典诗的大量，其实中风前也有，但是有意识出版都是在这个中风之后。所以以前呢，以前中兴大学也办过张永吉老师的这个研讨会啊，所以当时这个系主任林淑珍老师他就编了一本这个歌哭红尘间啊，张永吉教授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一场研讨会大多都是根据老师中风以后的这个古典诗作，后续也有几本硕士论文啊，像是这个护士传，这个是这个严奎阳老师知道的，汪小强，这个就是我们中央大学各位的学长，各位的学姐，我的学妹，哦，这个是李瑞腾老师知道的，还有一个林承凡，这是淡江大学古一南老师知道的。他们研究什么呢？张梦基诗晚期风格，张梦基晚期诗学观，所以大概都是从晚年中风以后来看这个张梦基的这个诗。其实这个是需要被拓展，我们不能只从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年来认识张梦基老师，我们应该要整个拓展开来，从他年轻的时候就要来认识张梦基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认识年轻的人，你怎么样认识晚年的张梦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张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我们现在对于我们以前呢，常常说也会有这个本省外省的这个情节。所以其实我们对因为这个政治仇恨的关系，或者是族群的这个关系，我们对于所谓的渡海文人非常不了解，非常陌生。这个黑人运动里面，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句话怎么说？他说黑人的历史就是美国的历史。这个原本是一个不被待见的族群，但它的发展过程其实跟美国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渡海文人跟所谓的外省族群也是一样，我们今天非常不待见这个族群群体，但是台湾的历史其实就是外省族群的历史。你同样也可以说台湾的历史也就是台湾本土族群的这个历史，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反校有一句话他非常熟悉，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只忘记一个部分，很多部分我们都忘记。好，所以这些渡海文人有谁呢？李渔俗、吴万古、江杰生、李由、罗尚、梁寒超、刘太熙、陈南士、阮义成、王家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大家都不认识，大家都不认识，大家不认识非常的，大家不认识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也都不重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重视，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以张梦基老师作为钥匙，就可以发现说，这些人其实过去都是一起玩的人，像什么，像李渔俗、吴万古、江杰生，这些都是张梦基的老师辈，张梦基跟他们一起学习过，梁寒超、刘太熙、陈南士、王家宏，这个以前跟张梦基老师参加同一个诗社，名义营社，包含像师大的秦云诗社、汪中、张以仁、陈文煌。如果我们以张梦基老师作为钥匙，就可以看到出我们以前认为各自的这种外省文人，其实他们都是一个群体，这些人是一起玩、一起写诗、一起活动。透过张老师可以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回到中文系里面，我自己觉得张梦琪老师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转捩点的作用，是他其实暗示了中文学门的一个转变，中文学门的一个转变。这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中文系常常吵什么问题啊？吵这个文白之争啊，吵这个高中生国文水准低落，还要吵什么呢？吵我们升等都是从这个必须要写论文，然后你怎么 THCI 就几等，然后一般论文就几等几点这样子，几那个点数字。这些问题不是从现在开始吵，这些问题从1949年政府迁台以后就开始吵，吵的议题一模一样，文白之争，高中国文水准低落，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张梦琪老师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什么地位？我们分从师学的角度跟从这个学界的角度来讲，张梦琪老师1971年这个时候他硕士毕业，当时华冈师学研究所就是现在的这个华文化大学，他们成立了一个大专青年诗社。大专青年诗社干嘛？是做什么？就是把一些大学生找起来一起写诗，一起写诗。但是当时只有在台北的几个学校，这个诗社张梦琪老师做了5年的社长，培养了谁？简景松老师。所以后来这个大概1971年到1975年结束之后，简景松老师1983年透过陈鹏源文教基金会成立大专联谊，20年。深深影响台湾中文系所有古典诗创作者，在座的李学老师就参加过，这些参加过的人再回来影响我们当代所有的中文系学生。后续还有什么？华范大学小径云生，这个是我参加过，大专联谊我就没参加过，但是小径云生开始我就参加过。到现在2011年淡江大学蒋国梁先生古典诗奖，其实做法完全一样，就是早上创作，下午联谊。这个做法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张梦琪老师大专青年诗社开始。我们再看学界，学界1979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成立，大家现在非常陌生，对，什么叫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各位同学可能都参加过研讨会。中文系的研讨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开始。好，以前各个学校没有各自办研讨会喽，都是这个古典文学研究会在办，所以当时办都非常大，都会有什么报纸来采访。第一届、第二届，王永武老师当理事长，王希元啊，这边有人打错，王应该是这个元，王希元当秘书长。第三四届，王希元当理事长，张梦琪当秘书长。第五届，张梦琪理事长，龚同成当秘书长。这边还要提一点，1979年就是美丽岛运动，所以中文学界为什么要办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其实是当时中文学界已经在反抗旧的中文学门的老师不写论文，他们觉得这些老师学风不好，要怎么办？引进西方研讨会的模式，成立新的论文机制，成立新的审查的这种学风。所以不是党外开始回馈来影响中文学界，美丽岛运动是在1979年年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是在1979年4、5月间，所以其实中文学界很早就有一个自我反思、自我反省的这个机制，不是透过因为党外运动大家开始解严、开始扩散之后重新回来影响中文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成立，才开始成为今日的中文系。我们现在中文系以论文写作作为这个评点机制，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前其实不注重论文，至少不注重单篇论文，注重的是专书。从这个时候开始，单篇论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那张梦琪老师就是在这个理事会里面具有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地位。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讲座，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虽然我们一开始说这个我们讲的青春年代就是指他在师大求学，从大学硕士到博士，但是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我预计只会讲到他硕士毕业的这个阶段。好，那如果时间够，我们就多讲一些故事；如果时间不够呢，这个就我们就挑精彩的这个故事来讲。好，所以大概会分两阶段，前面是讲他师大体育系时期，后面第二阶段的时候讲他师大研究所时期，就会讲很多他跟一些老师，主要是李瑜曙，他跟李瑜曙老师的一些互动，以及他如何跟李瑜曙老师学写诗的这个过程。好，那其实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其实我已经写两篇论文了，一篇是论这个捷搭新词汇入诗，但这个比较学术性，所以我们今天会讲比较少，主要的部分会从这个张梦基青年时代的诗作与行基讨论。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这一篇文章。不过我们这个学术论文有时候都是很难读，我们今天各位同学来得非常好，今天你就可以听到很多八卦，听到很多故事，不是学术论文那种骨架型的东西，是很多带有血跟肉，人跟人之间真实相处的这些情节。张梦基老师，我们刚才说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古典诗人，但他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读师大体育系，体育系变成中文系啊，非常少。张老师他其实不是在台湾出生，他是在南京，他老家是在南京，后来为什么在四川成都出生呢？就是因为当时抗日战争，所以南京政府整个已经迁到四川成都，张梦基老师在四川出生。他爸爸也是一个军官，所以他当时张梦基其实是跟着他的爸爸。后来张梦基老师国民政府就抗那个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张梦基老师跟着他的爸爸重新回到南京，回到南京。所以张梦基老师后来对于那个玄武湖，就是南京的这个玄武湖的莲花，都还非常有印象。一直到8岁，张梦基老师才正式来到台湾。所以当时这个曾昭旭老师啊，张梦基老师，这个曾昭旭老师是12岁来到台湾，张梦基老师是8岁来到台湾。曾老师就说，他12岁来到台湾的时候已经读小学6年级，当时他虽然成绩非常好，高中读建中，最后考上师大国文系，但是他师大国文系的时候，当时因为国文系学生要上一门课叫做国音学，就是你要学怎么样念字，你要念啵啵啵啵，他的国音学零分，曾昭旭老师国音学拿零分，为什么拿零分？因为他12岁才来到台湾，他没有念过啵啵啵啵，没有念过注音符号。张梦基他老师他其实，这个他们以前都说他是在冈山出生，因为他们是冈山的这个空军眷村，在冈山的时候都是混太保，混太保就是其实就是流氓，因为他们都是眷村子弟嘛，眷村子弟都是一群军人的小孩，所以常常都要出去打架。这边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张梦基老师跟其他老师聊天，这个其他老师就说：“哎，你们这个冈山的那些那个眷村的小孩啊，都是流氓，都是太保。”张梦基就不太高兴，说：“哪有流氓，哪有太保？冈山哪有太保？”后来这个老师就拿不知道从哪边变了一张照片，就拿给张梦基看。张梦基看了之后就开始笑，很开心。原来刚刚说冈山那个太保就是指我，我就是冈山的这个太保。冈山的这个流氓。所以当时张梦基老师虽然是空军眷村出身，但是他受到他妈妈的影响，还有当时一位老先生叫做周迪轩，就是他爸爸的好朋友，他们的影响，他从在眷村的时候就很想要读这个国文系。我们在讲到他读国文系之前，先来讲一下张梦基的这个大学年表。我们对，如果你对张梦基老师很有兴趣，可能大多都是对他中风之后比较熟悉。他大学时候呢，张梦基20岁的时候才入读师大体育系，不是我们18岁，因为他是8岁才来台湾，20岁的时候，23岁，他打算考师大研究所，24岁毕业，没有毕业，学分修满，到敦叙中学实习，25岁实习完，8月入伍。26岁退伍之后呢，在敦叙中学担任国文教授，27岁考上师大国文研究所。
所以他不是大学毕业之后立刻考上研究所，我们现在都是毕业之后立刻无缝接轨就考硕士班，硕士毕业无缝接轨就考博士班，他不是，他是整个实习完，25岁实习完，还要先当兵，27岁才考上。这个好像是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啊，你就是你看到这年表会有什么感觉？顶多就是说啊，这个人读书读比较晚，他读硕士阶段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回到那个年代来看，1960年中部横贯公路，1963年甘乃迪遇刺，1964年于右任过世，1965年越战，当时美国还有军援台湾，到了1965年的时候美元终止，所以当时中国台湾人基本上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7年，中华文化复兴，所以他是处在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人。不知道各位同学有看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叫做《阿甘正传》。《阿甘正传》讲什么时候？就是讲这个时候，阿甘还去打过越战，就是讲这个时候。所以你不要认为说《阿甘正传》好像很久以前，《阿甘正传》其实就是跟张梦琪老师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出台湾版的《阿甘正传》。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段历史。张梦琪老师他那天要考师大体育系，他要从老家高雄冈山坐火车要到师大去学，要去考试。没想到他去考师大体育系复试那一天刚好碰到81水灾，那个时候铁路完全中断，公路完全中断，所以他从冈山出发坐了一天一夜的车才到师大体育系。到了师大体育系之后，他跟他朋友借了运动服直接上场，900多个复试生，他就 取得这个师大体育系的这个资格。所以代表当时张老师这个身体能力是真的非常优秀。那个大概是因为在冈山常常打架，这个用拳头来说服别人，所以这个很适合来读这个体育系。我们刚才说张老师其实有兴趣，他其实读师大体育系其实是一个这个因缘，他其实非常想读中文系，第一个填台大中文系，第二个填师大中文系，师大国文系，一直填中文系，当时最后一名是淡江大学中文系。填完中文系之后他就想要去交卷，交卷前一刻他又觉得说啊，还是填一个那个当做备案好，哪一个比较好呢？就填了师大体育系，结果前面中文系全部没上，然后就考上师大体育系。当时师大有一些条款，如果你读体育系、读音乐系、读美术系，好，如果你读这些系的学生不能转系，因为当时师大怕说你读这些学系，你可能进来很容易。但是你进来之后你就跑到其他系了，那等于是还要再重新招生，所以当时体育系不能转国文系，也因此张梦琪老师把体育学士念完，后来才来考这个师大国文系。我们这个是跟古典诗有关，所以还是讲一下这个古典诗啊。我们在场可能有几位会对这个有兴趣，这个是目前所知啊，在这边。张梦琪老师最早的诗作在当时这个铁路局的这个畅流杂志上，张梦他还这个还写错字，他叫张梦辰，没有，其实应该是张梦琪，他那个打错字，就像这个旁边曾什么可，曾经可，他这个所以当时编辑都有很大的问题啊。居大冈山闲去，因为他是冈山人，高雄冈山人，所以写了一首诗：近日坐闲紫翠微，禅中清庆入幽微，陶行烟水三分醉，意兴诗词满纸飞，千里曙光逐雾散，特别强调四边暮色送返归，风尘月戏谁欣赏，野鹤闲鱼一梦子。这个应该是张梦琪老师在高中时候写的诗，那时候应该还没进到大学，所以他其实如果你会写诗的话，我们在场这个建佑、慕云、
对这个古典诗道、古典诗的这个写作都非常熟悉，就可以发现它其实问题还蛮多，像是这个什么竹雾散啊，这个下三仄啊，你这边用三分，那边用千里，又用四边，又用一，那个数字太多，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夹平的问题。不过可以看到说，张老师其实在高中时段就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古典诗的这个创作。那你读体育系，为什么会想要来念中文系？这个就涉及到他当时参加了一个社团，所以我们以前呢都有一个说法是，这个大学有三个重要的学分，就是什么课业、社团跟谈恋爱啊，这个是三大重要学分。社团会影响你的一生，像张梦吉老师，他的一生就是被这个社团影响，叫做人文学社。好，在讲人文学社之前呢，还要再讲一个故事。这个你要想学古典诗的话，你要怎么样把古典诗写好？张梦吉老师他在大学时候就常常跟这个民间的这个诗人互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何武功，啊，武功算他的字，他其实叫何阳立，啊，这个何武功呢，他应该是湖南人，我记得也是跟张梦吉老师是同乡，他就住在师大的边上，啊，他的诗不算是第一流的诗人。比较是第二流诗人，但是他常常参加很多活动，也印很多这个诗作品。啊，他就说这个张梦吉有一次就想到，就回想，就是他去参加癸卯花朝诗会，他就说呢，这个何爷爷何武功写信要约这个张梦吉一起去参加这个民间的这个诗会。我们中央大学学生也常常去参加这个蒋国梁诗奖，参加一些其他诗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何武功是谁？啊，何武功叫何阳烈，他有一个儿子非常有名，叫做何南史。这个何南史是于右任的秘书。于右任、何南史，他们当时在监察院有一个中国诗经研究会，就是如果你知道什么桂冠诗人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都是他们监察院内部的这群古典诗人在处理。所以张梦吉在大学时候他就很常去认识这些民间的古典诗人，他们不是在学校里面常常去参加这些活动，因为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他认识很多同文层，认识很多诗友，他们才有继续创作的动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如果各位同学喜欢创作，我觉得不喜欢不觉得不仅是古典诗了，散文、小说、新诗，如果你只是关起门来自己写，写一写，最后难免热情会被消退。但是如果你有一群朋友，不见得要常常见面，但是偶尔见见面，大家写一写，互相激励一下，能够帮助你继续去维持写作这一条路。因为其实是要讲这个河南史这个八卦，不过我们时间有限，这个就跳过去。好，我们回到人文学社。张梦吉老师当时加入一个重要的社团，叫做人文学社。这个社团里面有谁呢？哦，他就回想起啊，当时人文学社他怎么会认识曾昭旭，就是在这个人文学社里面认识的。哦，所以他从张梦吉大概是从大一大二加入这个人文学社，就跟曾昭旭认识，只是一个是体育系，一个是国文系。当时师大有两个社团跟人文比较相关，一个叫做师大青年社，这个青年社就是从事文艺创作，就是包含新诗、小说、散文这一些。如果你喜欢写新文艺创作，就去参加师大青年社。严坤阳老师就是师大青年社。另外一个就是这边的人文学社。你喜欢学术型的社团，喜欢写论文，喜欢写文言文，喜欢写古典诗词，这一种学生就会去参加人文学社。所以张梦吉老师当时在人文学社认识谁？认识非常多人，甚至影响了张梦吉老师后面一辈子的这个路。张梦吉老师大学毕业之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大学的学分修完了，去敦叙中学，在这个北投阳明山上敦叙高中，我们现在叫敦叙高中，敦叙中学，在那边实习。他写了一首诗，我们时间有限，就不看他的这个诗作，我们只看他诗题就好。人清葱平秦庭，远来见访别一年矣。啊，人清是指张人清，这个是陈立轩陈立老的这个得意大弟子，
这个骈文的大将。聪平是江聪平，这个江聪平老师后来到高师大，到高师大去，是因为早期是一个新诗人，非常会写新诗。晴庭这个大家都是比较不熟悉，徐晴庭，徐晴庭也是我们中央中文系的老先生，啊，所以中央跟师大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干嘛？远来见访，啊，他们要去哪边？别一年，一年没看到他了。这个时候，张仲景老师在敦叙中学实习，实习快要一年。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呢？事业长谈甚欢，作此一致啊，他们这天晚上就住在张仲景家。为什么要住在张仲景家？他后面住了一个小住。月日三子联袂，往华冈应试中文研究所。这三个人呢，为什么要来住张仲景老师家跟他闲谈？因为张仲景他在敦叙中学任教，他住在北投。隔天这三个人要去华冈，就是去现在的文化大学考中文研究所，顺便来看张仲景，顺便聊一聊。张仲景这首诗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些人文学社的朋友们，哦，他们都要去考研究所，我现在一个人还在华冈这边当实习老师，哦，有点落寞。有一天如果你的学同学们全部都去考研究所，你一个人在那边留级，你就觉得说怎么心中有一种这个寂寞的这个感觉。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人文学社的部分。张仲景老师为什么会考国文研究所？他读体育系，他其实原本是想要到国外去读体育研究所，但是因为他很会写古典诗，所以他当时写了很多古典诗作，就刊登在这个人文学社他们的发行的这个刊物，叫《人文学报》。这个《人文学报》上面很多古典诗、古典散文啊，不只是不只是学生会刊，连老师也会刊登，所以国文系老师都会刊。当时国文研究所的所长叫做林鼎啊，这个等一下我们涉及很多国文所的中师大国文系的这个八卦。林鼎啊，就看到这个师大，哎，这个国文学报，人文学报上面这个张梦基体育系，哎呀，这个学生的诗作竟然比国文系的学生的诗作还要好，所以他就开始留意这个张梦基。有一天他就把张梦基找来，他就说，哎，你对你国文能力这么好，那你干脆来考师大研究所好了，来考师大国文所。那考师大国文所，你只要把国文学系相关的这个学分修完，你就有报考资格。张梦基听了之后就还是有点动心，所以他等于是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的辅系或双主修，但是没有拿到师大国文系的学位。师大体育系毕业，然后师大国文系学分修完，就来考师大国文研究所。但他有没有应届考上？没有，没有应届考上。1964年大五实习，实习完之后他有没有考？其实也有考。1965年先去当兵，当兵那一年有没有考？还是有考，但有没有考上？没考上。所以他没考上之后呢，到敦叙中学先去当了一年的老师，当了一年好好读书，1967年才真的考上。所以他是毕业了3年之后才考上师大国文系研究所。所以他当时写了一组诗啊，他说什么？他1966年退伍，就是当完兵之后退伍，要去考师大国文研究所，有谁一起考呢？哦，张仁清、曾昭旭、庄万寿、蔡信发也是我们国文系，曾昭旭老师也是国文系，尤信雄，这些人一起要去考师大国文研究所，这些都是人文学社的精英。后来他说，张梦基说什么？他当时刚退伍，退伍已经一年没有读书了，最后考试以3分落地，他只差3分就可以考进师大国文研究所，哦，大家都感到非常憾恨，哦，这么厉害，已经很会考试了，但是一年没读书还差3分。所以他后来写了4首绝句，落地4绝，写了4首绝句，这个我们现在都看不到，所以在这一次补遗的书里面都看到，我们只看第一首就好。夏地襟怀莫慢论，藤香湿露愧师门，啊，他就觉得有点对不起当时李渔淑老师，因为他其实大学时候就跟李渔淑老师很好，哦，所以他
我们常常看一些老师好像很成功，哦，很会写，或他在学术威望非常成功，哦，你很觉得说怎么有这么完美的这种学者，完美的圣人。其实每个完美的圣人都曾经有过这个年少轻狂的一面。这边我原本是想要把张梦基老师他的大学成绩单拿出来给大家同学看。张梦基老师大学的时候英文有一次零分，所以他到大四还大五的时候，应该是大四，大四的时候还要补修那个大一的这个英文。所以每个老师他其实都有年少轻狂的这一面，我们不要只看到他后面这个非常成功，古典诗写得非常好，学术论文写得非常好的那一面，没有。如果我们只看到他后面晚年的药楼时期，没有看到他年轻时候那个考研究所考了两次都没考上，还写这个落地四绝，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面，其实我们不算真正了解张梦基这个老师。所以各位同学，不管你是中文系，不管你是管学院、理工学院，如果你有很仰慕的老师，你不妨回去问问看他，老师你大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哪一科被当，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谈恋爱挫败的这个经验？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因为没有的话其实不算人，不算人。如果这个人的人生太成功，太过圣人，这种人也其实也蛮无聊。好，张梦基老师他生命有一个转捩点非常重要，就是李渔叔先生。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段都会跟李渔叔先生有关，因为李渔叔先生等于算是张梦基老师的第二个父亲，影响他简直影响一辈子。好，我们刚才讲他大学时候影响最深的是人文学者，是朋友，到了硕士阶段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个李渔叔。啊，这个张梦基老师1967年8月考进这个师大国学国文研究所。大学的时候张梦基老师已经上了两门师选课，第一个是八胡天老师上，第二个是李渔叔老师上。后来这个八胡天老师到应该是到南洋大学，不知道是哪一个学校，反正就到新加坡去了。所以后来主要是李渔叔老师。1967年8月，两年之后，很快1969年张梦基老师就毕业了，硕士论文近体诗方法研究，就是后来的近体诗八反，这本写的非常适合这个初学者读，我也很建议大家可以读读看。啊，1970年毕业之后，张梦基老师就在师大担任兼任老师。1972年，这个非常重要，李渔叔过世。李渔叔过世，隔年，张梦基老师考上师大博士班。这些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们现在只是用年表表示，如果李渔叔老师没有过世，张梦基老师可能不会考上师大博士班。这些都有一点点因缘。好，这个是老照片，李渔叔是谁呢？啊，李渔叔是这个穿西装的，穿西装。这个林坤阳老师就回忆啊，这李渔叔老师上课的时候永远是白衬衫拿领带，穿西装，瘦瘦高高一个，非常有君子风范。这个，这个张梦基老师他就回想这个李渔叔。他说李渔叔这个人呢对学生非常好，基本上给他的诗作每一首都批改。前一阵子我去这个曾昭旭老师家，曾昭旭老师就说啊，有一次呢他们诗选班的这个学生呢，老师把批改的作业发还给学生，然后曾昭旭老师就说，哎，老师这样我们想把这个诗选这一班的学生都当作一个纪念集，那请老师再重新批改一次好不好？如果我是老师，我才不要，我已经花很多时间改作业，还要叫我重新批改一次。没想到这个李渔叔老师同意，所以这个曾昭旭老师就把这一班诗选课的学生所有的诗作全部收回来，自己用毛笔誊写一次，誊写一次之后再同原样呈给李渔叔老师。李渔叔老师每一首都批改，每一首都批改，三四十首，每一首都批改。批改完之后，这个曾昭旭老师再把所有的批改的这个成品引印一份寄发给各位同学，原稿放在曾昭旭老师家，所以曾昭旭老师有非常多李渔叔老师批改的那个作业啊，非常珍贵。张梦基想说，这个李渔叔老师对学生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
当时师大还有另外一位叫张启军老师，这个是教这个思想。张启军老师是一个城门立学，一个比较严肃的老师。李玉书老师是一个和如同春风、如沐春风的这个老师。啊，这边讲一个闲话。这个曾昭旭老师他们因为大学他们就是师大国文系，所以跟这些老师都非常熟悉。曾昭旭老师说，他大学时候有三位恩师，一位是李玉书，一位是张启军，一位是许世英。我们今天不讲许世英，只讲前面两位。这个恩师啊，当时师大有很多的，基本上国文系就是派阀很多了，就是每个山头林立，然后这个老师跟老师之间呢都互不往来。曾昭旭老师就说，他觉得他在师大做过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派阀能够互相交流、互相交通。当时张启军跟李玉书两个老师其实是不相往来的，因为这个老师之间可能有心结。这个曾昭旭老师就知道说，哎，这个李玉书喜欢下围棋，张启军也喜欢下围棋，哎，这样好，那么他就怂恿两位老师一起下围棋。这个张启军老师听了曾昭旭的话，就说，哎呀，这个李玉书呢，毕竟是前辈，年岁比较长，那这样好，那我就是张启军就屈就，所以就去这个李玉书家。跟他下围棋，然后曾昭旭听得很开心，这个，然后两个曾昭旭就带着张启军住在青年街，李玉书住在临沂街，就带着张启军从青年街走到临沂街，然后两个人去下围棋，缓和两个人的这个心结啊，这个是曾昭旭老师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这边再看一下李玉书，最左边这一位，一样是穿西装打领带。好，这边要讲，开始来讲八卦。当时师大国文研究所是林颖主持，所以林颖的门下很这个虽然不太好，但是大概老师们都这样说。林颖的门下其实很多是因理聚合，因为如果你跟那个林颖老师关系很好，你就比较容易考进这个师大研究所。其中呢，李玉书老师其实跟林颖老师的这个关系也不错。所以如果你跟李玉书老师的关系也很好的话，也有机会考进师大国文研究所。当时啊，也就有一些名利之徒，其实是这个李玉书门下是比较重性情的，就是这些人直来直往，非常真诚，张梦吉、曾昭旭这些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但是还是有一些名利之徒想要透过这个李玉书老师能够考进师大国文研究所。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个同学自认为是李玉书的学生，最后落榜，他就很生气，就开始在那个同学之间抱怨，他就说这个李玉书老师不够意思，我该送的也送了，这个为什么我就没考上师大国文研究所。这李玉书老师听了之后就只能苦笑，就说这个学生呢，其实也只送我一篮水果而已，这个我也没收什么东西，所以那个能不能考上师大研究所，当时其实是很多这个人际的问题在里面，人际的问题在里面。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到后面的时候才会继续讲这个问题。我们先讲一个，张梦吉他的诗是学李渔书的。如果各位同学对于写作古典诗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在初阶的阶段好好想一想张梦吉怎么样学李渔书。这个其实是这个王勃。这个大陆诗人，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博士，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来论这个张梦吉跟李渔书的这个问题。当然，王勃的文章，这个他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具有眼光的，看东西非常准。这个我们台湾有研究张梦吉，也有研究李渔书，但是没有人像他一样能够看出两个人的这个关键啊。所以这个人，这个王勃他的这个水眼力其实还是很厉害的。他说什么？他说张梦吉早期的这个诗作啊，很多都是从李渔书摹袭而来。好、哦、像什么李渔书《寒溪十里生虚赖》，张梦吉《十里春溪生远赖》。哦，李渔书《野角徐吹破碎春》，张梦吉《披岭徐帆破碎云》，《披岭徐帆破碎云》。再看几个例子。
李渔叔，清江有岭一丝风，张梦琪，茶香细岭一丝风。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王勃他最后的论点就是说，这个张梦琪就抄袭李渔叔，抄袭李渔叔，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其实涉及到古典诗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古典诗要怎么样学，要怎么样写，其实跟写书法一样，都是从临摹开始，临摹开始，摹习。如何去学习前人的诗作，去从他的造句，从他的用词里面去夺胎换骨，去换，透过这个诗句来磨练自己的句子，其实是古典诗写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们今天如果你去写书法，你去学这个欧阳修，学柳公权，你会不会说你自己是抄袭柳公权，抄袭欧阳修？不会。但是如果你写诗作，你写小说，你写散文，就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在初学的阶段，你要让自己的写作技巧，不管是写诗，不管是写文章，要变好，一定要有一个偶像，从句子，从句法，从词汇，一个一个慢慢学习，一个一个慢慢模拟，这个是学习文章进步的不二法门。如果你没有偶像，你只是随便乱学，随便乱学，那你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最后其实很难会学成一家之言，一家之体。好，所以这个摹习到底是不是抄袭？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要用今天人抄袭的眼光去看待学习这件事情。为什么叫学习？学习，因为你要学，必然要习，必然要习作。这个习作的典范，其实就是从人老师而来。所以如果你说抄袭，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张梦琪抄他老师的句子，这个冒犯著作财产权。李渔叔怎么说？李渔叔说，哎呀，这个梦姬人地左右，卓越银海同声，这个当时的一个古典诗的这个难位，他说你的这个作品呢，语意紧练，啊，写得非常好。虽人余之旧作，就是虽然从这个余之旧作词语啊，复无习曲而别出机杼。余这个别出机杼，在哪边？是能深得深味，脱胎换骨之妙。甚为心难。李渔叔知不知道张梦琪学他的句子？知道，知道。他还说什么“甚得脱胎换骨之妙”。所以李渔叔作为这个老师啊，他其实很鼓励张梦琪老师，很鼓励他的学生张梦琪去学习，甚至是模仿他，甚至是抄袭他，都可以。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学习阶段。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学写诗，你要尽量学。如果你碰到一个老师跟你说，哎呀，你这个抄袭我句子，不要这样子，这学生搞不好他就不愿意学了。所以李渔叔其实是知道张梦琪老师学他，而且还鼓励他去学，这个是第一面。另外一个是当时的一个诗家叫吴万古，吴万古他怎么说呢？新诗得读，想已经尊师渔叔改过，词意虽清华，稍嫌时有踏迹，即脱胎之病。吴万古知不知道他学李渔叔？吴万古是当时这个南雅的这个主编，也是古典诗烂位的这个主编，知不知道？他也知道。所以李渔叔知道，吴万古知道，但是李渔叔就以鼓励的角度去看待。吴万古怎么说呢？山谷就是黄庭坚，脱胎换骨之说，自是一法，唯不宜多而漏也。所以吴万古有没有说可以用脱胎换骨？有。他说你要学诗的话，脱胎换骨磨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磨习要学得好，
不要学的不好，只是跟抄袭一样。你要怎么样磨习之后，别人看不出来，不宜多而漏，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所以学写诗，你有一个偶像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典范让你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学。但是你要如何学，不是抄袭，不是只是翻转过来，你要翻转学习，还要能够有才华，让人家看不出，这个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用抄袭的角度很快把它盖过去，那个都是非常肤浅的角度，非常肤浅的想法。学生跟老师之间，新手跟老手之间，磨习这一关是绝对逃脱不了的。所以你要如何把这个磨习放在你的教室上面，放在古典诗学习上面，不管是学生不管是老师，其实都没办法避过这个问题。这个罗中涛老师，这个是也是师大国文系毕业，他有一天这个他后来到政大中文系，也当过政大中文系的主任。他以前他就后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怀念这个李渔署。他就说呢，有一次他去找李渔署，李渔署就跟他说啊，哎，这个体育系有一个黑黑壮壮、高高大大的这个学生叫张梦吉，哦，这个张梦吉大学生，还体育系，诗写得非常好。李渔署非常谦虚，他接下来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诗才比不上张梦吉。余叔非常谦虚，当时罗中涛还不认识张梦吉，不过他就记得张梦吉这一个人。后来过了几年之后，罗中涛才认识张梦吉，然后那个罗中涛就跟张梦吉说了李余叔说的这一段话。张梦吉听了之后呢，他就随口念出一首诗。然后就问罗中涛说：“哎，你觉得这首诗写的好不好？”罗中涛听了之后，他就品味一下，他说：“这首诗不错，好得很，写的非常好。”张梦吉跟他说：“这个是李渔署老师十岁左右的作品。”他接下来就问罗中涛说：“你觉得我的诗才比不上？”罗中涛说：“你比不上。”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要给各位同学看那个1960年张梦吉老师第一首作品，那个是他高中时候的作品。李渔署老师十岁左右的作品已经比张梦吉高中时候的作品还要好。张梦吉老师后来就跟罗中涛说，那是李渔署老师为了要激励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们学写诗，所以故意这么说的。他的诗才有没有比张梦吉好？其实有，但是他为了鼓励张梦吉，鼓励这些学生写诗，他宁可说张梦吉十几岁的作品比李渔署才华更好。好，罗中涛其实还有很多八卦，包含卢石先。我们今天大概时间有限，先不讲这个。其实李渔署门下的大弟子不是张梦吉，当然后来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张梦吉。但他当时大弟子是另外一个叫做王希元，哦，所以王希元当时在李渔署门下等于算是这个老大哥，张梦吉只是这个小老弟，哦，所以张梦吉其实以前都是听这个王希元、游信雄，这些都是比较他的这个学长们张仁清都听他们的这些话。后来王希元他也担任过古典文学研究会的整理事长，但是因为王希元老师过世太早，所以他后来在学界的影响力比较低，反而是这个张梦吉在古典文学学界，哦，影响力反而更高。我们这边看一个比较学术的这个案例，这个李渔署老师呢，啊，张梦吉老师有一首诗叫做《川端改旧进步渔署夫子元韵》，啊，这个是唱和诗，他写了一首诗来唱和这个李渔署。这首诗是什么？这首诗在李渔署的《花颜年事》诗里面也有收，就是李渔署的这个川端改旧。这边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以为啊，我们只用诗集的角度去看，你会怎么样想这两首诗？哦，这个张梦吉看到他老师写了一首诗，所以他也唱和一首，或者是他拿到老师的诗集，
他也唱和一首诗，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李渔署这一首诗里面比较模糊了，发表在《林海同声》，当时一个古典诗刊。什么叫穿端改旧呢？哦，这个是说什么？这个是说当时古亭外面，古亭那边有一个叫银桥国小，当时那个河旁边呢很多萤火虫，所以才叫做银桥。河的旁边都是这种喝茶的这个雅座，啊，所以当时很多这个名流士绅就到这个银桥这边喝茶，一方面喝茶，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当时那边很多这个女服务生，所以你去喝茶的时候就顺便这个风流一下，啊。后来这个河川拓宽取直，把这些雅座喝茶的东西全部都没了，全部拆光，变成杂草丛生。所以这个李渔署来到这个古亭的这个青涧溪旁边的时候，看到这些杂草，他就感到非常难过，所以写了这个《川端改旧》。这首诗是他先写的，不是，是当时《林海同声》的这个主编叫做江杰生，他写了词，写了一首词来改旧，写这个《川端改旧》的一首词。李渔署说他不会填词，所以他只能写诗唱和。所以张梦基为什么要写一首诗进步渔署夫子原意，他其实不是拿到李渔署的诗集，不是跟他李渔署有私人关系，所以他去老师家看到这首诗，不是，他其实是在银海同声当时的大华晚报上面的报纸上面看到他老师的诗，所以他才赫了一首不练诗，哦，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的角度，都是用诗集的角度，用书本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人的互动。他们其实是透过报纸，透过交流，透过一群人的这个文人群体来做这个互动。好，接下来继续讲八卦，讲这个李渔署跟张梦基的八卦。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两次林隐了，为什么讲林隐？因为当时林隐是这个师大国文所的这个所长，也可以说是师大国文里面最大的这个派阀，所以你要能不能进师大国文所，很大的程度上都要林隐同意。林隐同意点头之后，你就可以进师大国文所。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李渔署过世，张梦基隔年就考入师大研究所。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李渔署要病逝的时候，林隐曾经去看过李渔署，他就问李渔署说：“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什么家庭啊，或者是什么后事，你要这个老朋友帮你处理？”李渔署就托林隐说：“我有个学生叫张梦基，麻烦你照顾他一下。”林隐听了这话之后，回去就打电话给助教，请张梦基来考师大博士班。什么叫请张梦基来考师大博士班？就是其实你可以来报名，如果没有林隐许可，你来考师大博士班也没用，来考了也考不上。助教打电话过去就说，你可以来读了，但是程序员你还是要来考一下，可以来考师大博士班。所以这个因缘，张梦基才进到师大国文所。当时进到师大国文研究所的都要去给林隐磕头，都要给林隐磕头。那个我学长去问张梦基，张梦基说其实当时他刚进师大国文研究所的时候还是有这个习俗，有这个习惯，不过因为大家都知道张梦基是李渔署的学生，所以也就没有人说你叫这个张梦基去给林隐磕头，因为他们两个老师林隐李渔署都很熟了，就没有勉强张梦基。到了陈文华老师进到国文研究所的时候，他就说已经这个习惯已经没有了，但是风气还在，所以你当时虽然没有磕头，你考上国文所你还是要去办公室去见那个林隐所长，然后去跟他致意一下。所以这个林隐当时是国文所非常重要的这个老师，非常重要的这个老师。好，我接下来要讲大的八卦。这个我们今天是
大概不为人所知。不过其实这件事当时还是蛮轰动，但是我们是后辈的小子们觉得这个是涉及老师，所以就不太愿意讲。当时其实还蛮轰动。师大国文系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叫潘崇圭，他早年在这个文化，其实潘崇圭、林隐、高明这些人，他们都是黄侃老师的学生，所以他们都是张黄门下。那刚刚讲潘崇圭、林隐、这个高明，他们其实更是师兄弟，因为都是黄侃老师教出来的。这个潘崇圭老师在南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受到这个黄侃老师的重视。他说这个潘崇圭很会读书，所以一定要把他留下来。所以当时潘崇圭就被黄侃指派娶了黄侃的女儿，黄侃的女儿。所以他这个潘老师他的首任夫人黄氏，但是这个黄氏呢有一个外号叫做黑寡妇，听说这个黄氏又黑又小，所以不太这个两个人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好不好呢？那我们是不了解。但是后来这个夫人黄氏到了来南台湾之后就过世了。有一天呢，这个潘崇圭老师在师大国文系见到一位女子，觉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然后就想要去认识，就拜托这个当时的这个所长林隐去打听一下，这个女子到底是谁？打听一下，后来才发现，这个女子叫傅洁美，就是李渔楚老师的遗孀。李渔楚老师在1972年过世。后来这个他的这边还是要特别提一下，李渔楚老师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呢？一种说法是他是拉夫来的，他其实没有想来，但是在那个战争的状况之下，他被军队抓走，所以就跟着军队一起来到台湾。他在大陆其实是有妻室，有老婆有小孩，但是因为后来两岸的关系，他就没有再回去过，所以也没有再跟这个旧的妻室有所往来。所以李渔楚老师他是只身来到台湾。那只身来到台湾之后，那后半辈子怎么办？所以他又在台湾再娶了另外一个太太，就是这个傅洁美。傅洁美。那林隐打听到说，他这个潘崇圭喜欢这个女子，但这个女子她是以前李渔楚老师的太太，是遗孀，这个就很尴尬。那又是同事关系，那怎么样处理呢？就问了这个林隐，然后又问了这个当时政大中文系的这个所长高明，怎么处理？没办法，这谁去讲都很尴尬，所以这件事就暂时就不了了之。后来啊，林隐就想到说，这个张梦基是李渔楚指导的，他们那个师生关系很好，张梦基也常常去关心这个师母。就请张梦基去说说看啊，说不定有机会说成。没想到张梦基一说，没事进城，两个人撮合成功。所以张梦基后来有一件，他每次提到这件事，他就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潘崇圭出了名的会骂人，每次这个博士考试，每个人都被他这个学生下面的那个考试的这个学生都被这个潘崇圭骂到哭。但是我博士考试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我是他的大媒，我是他的媒人，没有我的话，他连这个婚都结不成。张梦基讲到这话都非常高兴。其实两个故事中间是有一点点时间差的。李渔楚是1972年过世，潘崇圭跟傅洁美是到了1980年才结婚，中间其实隔了8年的时间。李渔楚过世的时候，这个张梦基才刚刚读博士班，1980年这个时候张梦基才刚要从博士班毕业，1981年张梦基毕业，所以这个中间其实已经过了8年，不是说你这个一结婚那个一上夫之后你就立刻改嫁，没有，中间其实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当然后面是私人访谈，这个你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个我学长就问张梦基啊，
他就说这个傅杰梅真的长那么漂亮，一见这个一见倾心。那张梦琪说其实也没有啊，就是小家碧玉型，没有说到非常漂亮，但是就非常亲切，非常可人。然后鲁学长就问，哎，当时这个傅杰梅就嫁给潘崇辉，不怕人家说闲话，其实还是有人说闲话，像谁？像有当时有一个诗新诗人叫刘焕，其实就是啊，我们这个他这个刘焕呢，他就在应该是中外文学还是哪个刊物上就写了一首诗，专门讽刺这件事情。这个张梦琪老师就说，哎，你当时李玉楚老师过世，他下面还有两个女儿，你叫一个妇道人家。一个人要养一个家，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潘崇圭他是一个大学教授，那你嫁给潘崇圭，那至少这个傅杰梅跟他的小孩后半生也无语。其实这个傅杰梅嫁给潘崇圭之后，对潘老师是非常好，这等于是一个黄昏之恋。潘老师最后二十年都是人生的二十年都是傅杰梅这个师母在旁边照顾他，两个人关系是非常好。我们这边再差一个点，这个故事啊，因为是张梦琪是当事人，所以他讲的是这个版本。曾昭旭老师讲的版本就不一样。曾昭旭老师就说啊，为什么这个潘崇圭跟傅杰梅会在一起？他是说啊，当时林颖跟高敏啊，看到这个潘崇圭丧妻丧偶，这一个人很可怜，然后他又觉得说这个傅杰梅丧夫也很可怜。那既然两个人都很可怜，干脆就把他撮合一对，啊，撮合一对。然后后来我就跟曾昭旭老师讲这个张梦琪老师的版本，曾昭旭老师就说，嗯，那张梦琪是当事人，应该他讲的版本更正确。啊，你要听哪个版本，自己决定。这个我们刚才讲李玉楚老师，他其实在大陆原本是有原配夫人跟小孩，但是后来因为政治的关系，他就没有再回去。张梦琪老师去大陆的时候，曾经有拜访过这个李玉楚的原配夫人，但是后来也就没有再有下落，没有再有往来。这个就是这个大时代的这个悲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张非常珍惜的照片，我手头上也唯一只有这一张。傅杰梅长得是不是真的是惊为天人呢？大家可以自己判断。这个是当时啊。华冈的这个张启云，啊，等于华冈的这个创办人，这个听到潘崇圭新婚，所以特地办了一桌酒席，然后请这些这个潘崇圭的一些好朋友，有谁？最左边这个是林颖老师，啊，这个就是傅杰梅，这个是潘崇圭，这个是张启云是这个文化大学的这个创办人之一，然后这个是高敏，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人都在这张上面。这张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这个照片。好，最后我们要也不是最后，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还可以再讲一些故事。不过李玉楚对于张梦琪的最大的一个影响，是当时李玉楚带了张梦琪参加一个古典诗社，叫做民谊吟社。这个民谊吟社是非常神秘的这个社团，我希望如果我下一阶段行有余力的话，或许可以来研究这个社团。为什么叫民谊吟社？如果大家知道明末清初有一个人叫黄宗羲，黄宗羲写了一本书，就叫做《民谊待访录》。哦，当然这个民谊它是指那个卦象的民谊，但是意思其实是一样，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在这个移民的这个心结里面啊，所以他们这个诗社就叫做民谊吟社。这个李玉楚啊，因为张梦琪很会写诗，所以李玉楚常常出去玩，好，当然这个常带这个张梦琪回来家里吃饭。然后如果出去玩呢，啊，就带张梦琪一起出去。例如说有一次他们去基隆，这个李玉楚就带张梦琪一起去。诗句堂诗啊，这个是张梦琪早期的诗作诗集里面，他就说这个戊申年在紫薇山庄雅集啊。四夜月全食，中秋节，哎，应该是中秋，中秋节刚好碰到月全食，这个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事情，所以当时很多古典诗人都会写相关这个诗作。
有谁？这一次雅集里面至少有李渔叔，还有易君佐。易君佐，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大概也不了解易君佐。易君佐其实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人物啊，写了一本《这个闲话扬州》还是《扬州闲话》啊，在当时这个文坛闹了一番的这个轰动。所以张梦基透过李渔叔，其实认识很多人。再讲一个，有一次这个李渔叔在家中宴饮请客，请大家吃饭，有谁来呢？替轩啊，万古墨园绝人梦基，替轩，陈替轩，陈替老，万古啊，陈替轩，这个我想可能大家都要，我还要解释一下，考试院的，考试院选拔人才非常重要，陈替轩，吴万古，古典诗人，也是这个古典南亚的这个主编，冰墨园，冰墨园。我们现在也很比较陌生，他是以前我们现在叫国北教，以前应该是北师专，就是女应该是女师专，好，女师专的这个老师。还有一个袁觉仁，袁觉仁这个我要还要考证一下，反正这些都是会写古典诗的。易大德旁边这个将军，易大德写了一首诗，李渔叔请吃饭。一大堆朋友来，最小的是谁？就是张梦基啊。所以其实李渔叔是很疼这个张梦基，只要有古典诗的这个聚会，有古典诗人就把张梦基带过去，把张梦基带过去。明夷吟社就是李渔叔他们的一个诗社，这个诗社其实成立的非常早，在1964年，这个时候张梦基才在这个师大体育系就读，这个时候张梦基应该还没有加入。有谁呢？这个太多了，我们只讲比较重要的。刘太熙，刘太熙是政大中文系的教授。梁君墨，梁君墨是梁寒超，这个是党国元老，这个是高腰人。我也是高腰人，所以这个我家祖上就跟这个梁寒超有很多的往来。好，胡庆玉，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外交官。李渔叔，王仲远，这边再讲一个重要的江交元。江交元，如果你会书法，会篆刻，非常熟悉江兆生，江兆生，五万，这些人就是当时明夷吟社的一个中心人物。我们大家现在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社团，这个一大堆都是非常风流、非常会写诗、非常会写书法的这些人，但是我们今天一点都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张梦基大概是在1970年或者1971年左右。这个时间点加入，所以他是非常晚，非常晚。为什么说非常晚？因为李渔叔老师1972年过世，李渔叔过世之后，这个社团就结束了，就没有再继续。所以张梦基老师晚年，他写了一个诗话啊，这个叫《福海诗话》。他说呢，他老家是在高雄冈山，他来到台北之后，其实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古典诗社啊。包含这个明夷诗社、往昔诗社、庭云诗社、湖商村人、都是很多古典诗社。其中他觉得诗社水准最高的就是这个明夷诗社。明夷诗社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物，刚刚讲的还有一个丁字盘，丁字盘这个也是这个大，也是一个将军的、儒将，非常会写诗，书法也都写得很好。这些都是书法跟诗都非常好，一年轮值一次，每个月有月课。所以张梦基大概在这里面待了可能一年再多一点点，可惜只继续一人鱼，便流水流心散，水流心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因为明夷吟社的这些古典诗人都是李渔叔的朋友，所以李渔叔提拔张梦基，就把张梦基带来给这些老师们的朋友们一起玩。其实张梦基在这个诗社里面大概就有点类似助教的性质了，就是这些老师的朋友们呢一起写诗，写诗完之后要誊录嘛，要一起影印，交给谁呢？大概就交给张梦基。所以张梦基就负责把那个老师们的这个诗就重新誊录一次，然后影印之后集结，然后就是让这个助理，这个硕士班的小朋友来做，来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1968年
华冈中华学院学术院诗学研究所成立，这个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所。张梦基老的简景聪老师就说，当时张梦基1971年进到这个大专的，进入到这个诗学研究所非常光荣，因为里面都是第一流的这个老先生，会写诗的全部都集中在，不仅会写诗，写的最好的第一流人物都在诗学研究所里面。这些诗学研究所的人物是谁？丁字牌、王家豪、李玉书、吴万古、胡庆玉、梁汉超、陈南士、张惠康、刘太喜，第一届诗学研究所的委员。所以就知道诗学研究所的委员就是民谊诗社的这些人。民谊诗社，这个诗学研究所1971年成立大专青年诗社。大专青年诗社谁来主持？就是找张梦基来主持，因为这些人等于都是老辈，等于都是老一届的这些人，那他们需要把这个诗，把这个古典诗的活动推广下去，怎么做呢？只好找年轻人。哪个年轻人最适合？张梦基最适合。所以张梦基做了5年大专青年诗社的社长，后来就是我们刚才再接下去培养出谁？培养简景聪。简景聪1983年大专联谊培养出谁？培养出李逸学老师。李逸学老师再培养出谁？接下一节就是我，我再培养出谁？就是各位同学。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串一串这样连下来，我们没办法把它分割开来。但是这一段历史其实我们到现在都是非常陌生的，非常陌生。这边放一段影片，这个影片没有声音，但是可以让各位回味一下这个当时这个诗学研究所的一个概况。好，这是没有声音，然后真正站起来讲话的就是张梦基，旁边那个应该是张启云。当时大学生的穿着是这样子，这不讲看起来很像丧礼。好，张梦基老师就这样胖胖，这应该张启云。所以这个古典诗的传承的问题啊，其实每一代都在处理这个问题。像张启云，我们刚才讲诗学研究所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意识到他们已经老了，没办法跟年轻人互动，所以找了这个张梦基来处理这个大专青年诗社。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如果你是古典诗坛的，你就知道这个蒋国梁诗奖要结束了，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这个就有待于年轻一辈，大概就可能要被推出来做事情。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代都会有这个传承的问题。那传承的问题，这边再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讲这两个小故事都跟这个鲁智谦老师有关系。这个鲁智谦老师，他有后面有一个学生叫做陈廖安，陈廖安，这个也就是师大国文系。这个鲁智谦老师在师大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有3门绝学，一个是史学，他的史记非常厉害。第二个是历学，历学就是天文算术、历法的这个问题。第三个是小学，他非常擅长文字。这个鲁智谦老师，他是师大国文系重要的老师，但他其实过世非常早。陈廖安老师，他其实等于他其实不算是直接受这个学于鲁智谦老师，他中间还有一个杜宗伯老师，所以他等于是有点鲁智谦老师的再传弟子。这个陈廖安老师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鲁先生有三绝，三绝就是刚才讲史学、历学、小学。鲁先生有三绝，有我在就不绝，有我在就不绝。他后面就讲，但是到了你们这一代，绝不绝我就不知道了。绝不绝我就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在座很多是喜欢古典诗的这个朋友，这个古典诗我觉得传承就是这样子，有我在就不绝，至少下一代的事情那个让下一代去烦恼，但是至少我们在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能做的事情把它做好。那
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故事，但是我觉得在讲一个鲁时先跟吕鼠相关。这个罗宗涛自己是一样，罗宗涛老师写的文章。这个罗宗涛老师呢，有一次去找这个林一阶去找吕鼠，他还没进去的时候，他就听到里面讲话很大声，是谁呢？啊，就是鲁时先。鲁时先在里面，这个跟这个罗宗涛在跟吕鼠在聊天。这个鲁时先一看到罗宗涛来了，他就跟他说。哎呀，小伙子啊，你来了！你知道为什么李玉书要找你来吗？那个罗宗涛就说：“那李玉书老师找我来，当然是有事情。”这鲁时先就说：“你这笨，这个李玉书找你来是要收你做学生。”那罗宗涛就呆头呆脑，又说：“哎，我以为我只要缴了学费，拿了学生证，就是学生。”这个鲁时先听了就有点不太高兴。他说：“你这个缴了学费拿学生证，哪算是学生？要什么？要登堂入室，要磕头，要拜师的，这个才算是学生。”这罗宗涛继续这个反驳鲁时先了，他就说：“哎呦，我才不管人家怎么说，反正我心中早就认定李玉书老师是学生，跟有没有不，我早就认定李玉书老师是我的老师了，跟有没有磕头、有没有拜师没有关系，反正我就认定他是老师。”哇，这鲁时先就越听越火大，他就拍桌子就骂这个罗宗涛，我说你这个小子怎么那么笨？对，然后就跟李玉书说，这个李工，你这个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笨的学生来？这个李玉书只好打圆场，他说，哎呀，没有啦，这个小朋友嘛，这个还不太成熟，以后长大之后脾气就会越来越好。鲁时先又继续骂。他就骂说：“哪有人长大越来越好？像我这个鲁先生，长大之后脾气越来越坏，哪有人长大脾气越来越好？”那鲁先那个鲤鱼怎么样？只好打圆场。哎，这个砂锅鱼头很好吃，吃这个砂锅鱼头。然后那一顿饭就吃了，这个罗宗涛心惊胆战，不敢继续讲话。这些老先生们的人物风流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些人物风流，我们今天能不能传承下去，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在中央大学在讲座的时候，不是在师大讲座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提，希望各位老师，我们今天老师比较少了，可以再重新去想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第一代的老先生大概在2000年前都已经过世，第二代的老先生大概在10年、20年，可能也就会慢慢离开。如果我们不能趁这10年、20年，好好把这一些渡海文人的历史故事能够记录下来，其实再过10年之后就再也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原本是做六朝文学，现在跑过来做这些渡海文人的诗词的这些故事，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个时间紧迫性的这个逼迫在后面来处理。好，我看看后面还有没有适合选择讲的这个故事可以讲给各位同学听了。这个张梦琪老师到了博士班之后，其实不断兼课，这个其实对当时的老师都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张老师的一个朋友叫沈谦，沈谦老师就说，中文系全台那个时候中文系有15间中文系，张梦琪老师教过一大半，超过10间，所以他当时是这个全台湾中文系的记录保持人。这个其实反映在1970-80年代对于这些年轻老师的待遇其实非常不好。一个老师要到处兼课，其实他不是当时，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流浪博士生要到处兼课才能养活一个家，所以很多问题当时讲过有没有改成也没有，现在再讲有没有改成也没有，搞不好未来还是一模一样。所以像严坤阳老师，他有一次上课真的是上到一半直接在讲台上面昏倒，那都是上课太累造成身心负荷。张梦琪老师他原本就有高血压的问题，为什么会中风，其实也跟他这个到处兼课埋下他那个身体的那个负担有关系。所以当时王邦雄老师，这也是我们中央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师，所以我们中央的关系是跟师大关系非常密切，很多老师都是跟师大国文系出来的那个老师。王邦雄老师就反映，当时这个时代，当时的中文系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啊，师大非常优秀的人，像谁呢？啊，像是黄永武、蔡庆发、张梦基、曾昭旭、严坤阳、翁鸿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流学者、一流诗人，但是他们都不能在师大任教，最后都跑到师大外面这个学校，导致师大国文系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没办法让精英的老师可以进到这里面，这个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老师到处兼课、到处任教，所以他们写诗的范围反而变广了，这个是在学生时代没办法预见的事情。这边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张梦基老师啊，在博士班期间也在淡江兼课，啊，但是在淡江兼课其实很不容易的，当时要从台北要坐火车进到淡江，那个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淡江就感觉有一种特别的人物风流，什么人物风流呢？这个王文静老师他就说，这个在淡江上课的时候，汪中老师、张梦基老师就带这个淡江的学生们，啊，他走到淡水河旁边划船，不是旁边，到淡水河里面划船赏月，哈，非常风流的一件事情。这简景松老师那时候是师大南庐音社的社长，他听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心向往之了，就说：“哎呀，这个张梦基老师你们都师大的，汪中老师你也师大的，那你们都带淡江的学生出去玩，这个师大的学生都不带出去玩。”所以后来张梦基老师写了一首诗，叫做《冬日与师大南庐音社诸生淡水泛夜月出时归》，他们就跑去这个淡水河里面划船赏月，啊，非常风流，非常风雅。等到那个月亮晚上天黑了，他们才回到这个岸边。这故事还有下半句，那个他们回到岸边之后，海巡署的人就跑过来，就追杀他们，就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偷渡客？你们跑到那个河的正中央，是不是有什么偷渡或走私的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这个都是这个老师们带学生出去玩。有很张梦基老师，他其实张梦基老师真的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概只能讲到他主要讲还是硕士阶段以前的这部分。他其实博士阶段开始就在高师兼课，所以他后来主要是高师的副教授。那高师副教授之后，才转任到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央大学中文系，然后在中央大学升任为正式的这个教授。那他在中央以前，博士班以后，啊，这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像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大专青年诗社，像讲的这个古典文学研究会，这些东西其实都影响台湾中文学界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转型。如果我也期待啊，如果各位对于这个1960、1970、1980的这些人物风流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再来慢慢关注啊。这边还有一个汪中先生啊，这个书札，他就说什么呢？啊，他说这个梦基兄啊，心秋气爽，想以赴淡水任教。所以张梦基老师为什么会去淡江任教？其实是汪中老师早期在淡江任教，后来觉得太累了，不要去，所以就这个让张梦基去。那这个其实都是有一点师生关系啊。张梦基老师最早也曾在成大任教，啊，在成大任教，后来张梦基觉得有点不堪负荷，所以他就把成大那个教职辞退，后来谁去接？龚鹏程老师去接。龚鹏程老师因为这样，所以才去成大任教。所以这个其实师生之间的互动都有一些蛛丝马迹，去可以这个找寻探查。好，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小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张梦基的青春年代。为什么要讲青春年代？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人，一定有软弱，一定有痛苦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讲这个人最风光的时候，只是讲这个人诗作最成熟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用非常片面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人。我们讲他的青春年代，张梦基有什么青春的问题？有考研究所考不上的问题，有恋爱的问题。我们今天讲恋爱的问题，讲恋爱的讲比较少，就是张梦基老师最早的一本诗集叫《双红豆妾时存》。
双龙落妾这一本，其实他的心这个恋爱的心路故事，但是他最后没有跟这个初恋情人在一起，所以他就把这本诗集就封存了。那这一次这一本书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最早期谈恋爱的这个事情，包含离别的事情，包含生死的问题。他有一些好朋友，就是那个志坚，他空军眷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在空军练习的时候坠机死亡，葬在空军公墓。所以张梦基老师每次到碧潭都要到空军公墓，就是要去看他这个志坚，看他的这个朋友。张梦基老师，如果我们只注意他中风之后，其实很容易忽略一个诗人的这个生命经验。所以周作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什么叫周作人提出一个观点叫人的文学？什么是人的文学？你只要作为一个人，就是有软弱，就是有刚强，就是有好，就是有坏，就是有胜，只有衰，就是有光明的一面，但同时有黑暗的一面。如果我们永远只看光明的一面，不看黑暗的一面，其实我们不够了解这个人。那最后还有一个，我们透过这个讲座，其实是希望各位同学可以了解张梦基这个诗人是怎么样养成的。啊，当然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要对古典诗很有兴趣，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含你要有很多的好朋友，啊，包含像是这个人文学社的朋友们让他鼓励他，他才会继续选择读中文研究所。包含要碰到一个好老师，啊，像是医学老师带着这些小朋友们一起写诗，包含你要自己愿意去参加很多古典诗的活动，啊，张梦基老师去参加河阳烈，参加这些民间诗人的活动，去参加这个民营社的活动，东奔西跑去参加很多这个大专诗社的活动，跟这些前辈诗人们多多请教，跟这些朋友们一起切磋，最终还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珍惜这一份师生的这个缘分，最终这些缘分结合起来，都会成为各位同学未来在创作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以及这个养分。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对古典诗有兴趣的话，今年这个是第六届，看这个李学老师年轻的时候，然后这个建佑年轻的时候，这一届我好像没有去，这好像是詹培凯。今年是最后一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希望可以在这个礼拜六嘛，在淡江蒋国梁古典诗奖。有兴趣的话，希望可以在淡江和各位同学重逢。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感谢何维刚老师精彩的演讲。接下来是问答时间，请问在场的老师或同学有没有问题想要请教何老师？举手后会有工作人员递麦克风，谢谢。抢先啊，要不伟刚老师走了难受了。我本来刚才我也跟伟刚老师说了，我中途可能得走，欲罢不能，会把我的事推了。现在抓紧时间，我提一些小问题。一个，刚才这个在张梦基老师那个年表那里，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后来没有出现了，就是1966年文革。把它列进他的年表，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看另外一些年表，看到那时候张梦基老师是在中学任教，他是第一次考研究所落地了，对吧？然后1966年他是在中学当老师，但是他既然你在年表里出现这个文革，那么跟他人生有关系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以前也做过一些台湾现代诗的一些研究，我知道50年代、6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还蛮有势头的，而且它始终基本上都跟时事甚至跟政治纠缠的蛮密切。但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古典诗，好像跟时事跟政治蛮疏离的，甚至没有关系，是不是这种现象？谢谢。非常谢谢王立坚老师。这个王立坚老师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不敢坐着回答。但是这两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
文化大革命之后，台湾出了一个另外一个运动来反抗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各位同学先想一想，请问这个运动叫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于古典诗坛的人来说是加分还是减分？哇，你知道是中华文化复兴嘛，所以古典诗好像就复兴起来，正好相反，完全相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后，古典诗的势力直接衰微。台湾其实是一个诗的国度，在日治时期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本土诗社，这些本土诗社其实是从那个私塾转型而来，所以古典诗社在台湾非常盛行。1949渡台之后，这些古典诗人来的更多，所以在1966年以前，台湾的诗，古典诗是非常热络、非常风行。但是到了1967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后，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其实不是古典文学，尤其不是古典诗，它的文化复兴运动其实是有点，其实是都是走新文学，新诗、小说、散文，这些都是在才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中正大学有一个李志浩教授，他提出啊，古典诗在台湾原本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文体，什么时候边缘化？就是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开始边缘化，政府开始不重视。所以好像表面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利于古典诗发展，其实完全相反，古典诗反而从主流变成边缘，到现在变成边缘中的这个边缘，古典诗坛的势力慢慢式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来不及讲这个。第二个是老师提到说，这个新诗跟古典诗还有当时政治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关联性？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关联性。但是因为这个是比较涉及学术的问题，我今天也比较少讲。举一个例子，这个张梦基其实跟洛夫的关系很好。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湖南老乡。那另外一个其实是他们对当时的诗坛跟政治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关怀，在现代诗坛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的这个问题。横的移植跟纵的继承，其实你用广义来说，就是中国跟美国当思潮跟古典文学中间你要去如何取舍的这个问题。早期现代诗有一个问题，因为现代诗他们太强调抽象，那个叫什么？现代理论还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所以他们其实写了很多的诗，一般人看不懂，一般人看不懂，所以才会有所谓用纵的继承来救横的移植的这个问题存在。古典诗同样有这样子的问题，古典诗很多集波诗，它跟现实生活、跟现实社会没有关系，所以当时社会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你这些诗不真，这些诗没有符合现代生活，所以这些诗其实不应该要，不仅是古典诗，不仅是现代诗。张梦基老师他晚期其实不是晚期，他一直提出了一个重点，叫做新词汇入诗。新词汇入诗，这个是我下一次在天籁才要讲的这个议题。新词汇入诗要讲什么？是要讲这个章法的问题吗？把这个新的词汇放到古典诗里面的问题，新旧词汇融合的这个问题？不是，完全不是。新词汇入诗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刚刚讲横的移植跟纵的继承的问题。当时有一派声音认为说，你这个现代诗太过抽象，没办法符合现代生活；古典诗太重急波，也不符合现代生活，所以要怎么办？你要让诗能够和现代生活结合，怎么样和现代生活结合？用新词汇入诗就可以跟现代生活结合。所以新词汇入诗本身不是在讲章法的问题，是在讲这个诗真不真的问题，真假的问题。你把现代正在进行的东西放到诗里面，它就符合了现代性，符合社会对于诗的这个需求，它就是一首真诗，而不是一首假诗。这个才是我自己认为，这才是张梦基老师新词汇入诗的这个关键所在。所以，如果你只是
把它当作一种文学技法，把它当作一种词格的这种排比。那其实张梦基老师的新词汇入诗跟黄遵宪跟聂概括其实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如果你放在台湾诗坛古典诗现代诗在1960-70的这种论战之下，重新去反省什么是诗，什么是诗，这样子才会对张老师的诗论有一个新的了解跟认识。以上回复。好，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提问就先到这里。然后最后再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何维刚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请民高诗社社长钟文山、潘伟杰同学致赠感谢状给予何维刚老师。三、二、一。谢谢。